如果你晚上睡不着，就来看我吃饭吧。今晚吃家的味道，无锡的玉兰饼、小笼汤包、肥肠酸辣汤。先吃玉兰饼，里边有鲜肉的和里边的馅是有鲜肉的和菜猪油两种馅，糯米皮外面，里面包着一大坨的猪肉馅。口味回甜，吃了汤包，我直接手拿着吃吧。都没有汤了，哎呦，这个汤都滴出来了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今天自己在家蒸的，我蘸一下这个吃。不得不说，在成都待久了，吃它是真的甜啊！啊，太猪油了。它用猪油拌的这种菜馅很清新，中间是肥肠酸辣汤，这两坨是油面筋，里面有笋、鸡蛋、木耳、红薯粉、油面筋、肥肠。我是出生在宿迁泗阳，然后上学的时候在南京上过，无锡上过，泰州上过，然后后来家又搬到了苏州，所以哪里都是我的家乡。里边的油水特别的充沛，是不是感觉很酥脆？是荠菜。它一个个头蛮大的，这么大一个，它里面肉坨子味道和玉兰饼的味道有一点像，然后这样漏了。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。那今天的家乡风味就吃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话请记得点赞评论和收藏哦。